种蔬菜经过大厨巧手变成一道道美食。大厨邱黄秀霞常年在监狱职训中心教学，她是志工团队里的关键人物。我们是存着一份供养心来供养这些长者哈。不止供养心，还有可爱地球的心。主办单位平时就以食物银行帮助老弱。食物银行的产生其实就为了要响应联合国这个永续发展的目标，所以用素食的方式让大家一天吃素来响应这样环保爱地球的概念。素食环保又健康，因为用餐者都是弱势。一早就运来一大车回收物。勤劳的阿玲，四名家人都因精神问题住进机构，只剩她变卖回收物照料年迈母亲。有困难无困难嘛是安尼过呢，戆戆啊过啊。疫情暂停两年的围炉终于恢复，老妈妈好开心。真好啊，真欢喜，足期待吼。对啊。围一桌圆满，吃一餐吉祥健康，也让艰困家庭感受新年温情。大爱新闻陈怡贞、林道明高雄报道。